家好，欢迎来到广东话大圈子，我是一心。今日我会为大家朗读乐师的故事。又开学啦，终于可以见翻班学生，我好享受教书的过程，就算辛苦都是值得，因为班学生真是好俾心机，除了翻工都要放松下。今个星期日同朋友去行山，最近天气唔好，好少出街，希望到时唔会落雨啦。你放假通常做咩呀？又开学啦，终于可以见翻班学生，我好享受教书的过程，就算辛苦都是值得，因为班学生真是好俾心机，除了翻工都要放松下。今个星期日同朋友去行山，最近天气唔好，好少出街，希望到时唔会落雨啦。你放假通常做咩啊？又开学啦，终于可以见翻班学生，我好享受教书的过程，就算辛苦都是值得，因为班学生真是好俾心机，除了翻工都要放松下。今个星期日同朋友去行山，最近天气唔好，好少出街，希望到时唔会落雨啦。你放假通常做咩呀？好，咁大家就练习下啦。都系嗰句，广东话系我母语，但系如果有任何错漏，欢迎留言话俾我知。好，系咁多，食饭先。